哦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寻不离，你这个大眼睛看着我有点吓人呢。啊，在这么个场景，一直瞪着我。爷妈，你长得好像鬼啊！啊，我去，你长得好像鬼。我寻不离，好吓人。爷妈，我家一个人，你别吓我。我去，你别吓我。好，咱们这个想办法去到46楼，走。哦，谢谢依依送的猫。真的是好像个鬼啊，啊！来，46。明天方舟打浮战了，打浮战，等会可能会上一下方舟，然后去看看打浮战。然后咱们现在要上到52楼啊，利用52楼的各种机关，然后呢抵达我们的51楼，从51楼跳伞，跳到47楼楼梯顶。然后再跳伞跳到47楼的，跳到46楼，啊，难度有点高。然后卡 bug 呢，看几率，看几率难度很高。如果死了呢，就失败，谢王权。除非你有无敌外挂，啊，才可以成功，因为很容易死。现在卡 bug 不像以前那么轻松。谢皮蛋送的100个宝剑，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我经常带你们看一些 bug， 什么风车底、地底世界以及神秘外星人啊，还有那个。地狱奈何桥，啊，这游戏是有奈何桥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奈何桥，你有全套什么全套啊？要找一个这个抢银行最后一张的任务，抢银行最后一张的任务，抢银行最后一张，抢满银行。谢谢托逼送的188荧光棒，你看这个 FIB 大楼就被炸了呢，都被移平了，这就是个 bug 点。谢谢后来。没有奈何桥啊，有没有观众朋友看过奈何桥打个一啊，就是我之前直播的。怎么还有人开枪呢，在里面什么鬼？你看这么多人看过呢，这么多人，你们看啊，看这个这些观众啊的粉丝徽章等级都比较高啊，都是7级8级9级10级啊12级13级，等级都比较高，那说明他们看直播看的比较久，看直播看的久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最开始这个游戏我能方舟，你们信不信能把它完成方舟。最开始这个游戏它是有一个异形的蛋的，就是在前2年我刚开直播的时候给你们看了一个外星人蛋，那个可以孵出来啊，可以把孵出小外星人那个蛋。很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拍照片，是过年的时候啊，2014年刚刚过年的时候好像是。很久之前了吧，很久之前了，14年的时候，啊是，还是15年刚刚过年的时候，对，忘记了。外星人蛋，外星人蛋，这是什么游戏啊？这个游戏叫做 GTA。真的，你要是有那种以前看的老观众的话，就是那种以前看过我直播、看过那个异形蛋的，那肯定会知道，啊，肯定会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玩 GTA 啊，说实话啊，要不但玩这些东西呢，我们还去研究一些关于 GTA 当中的神秘的一些事情，就比如说这么一些神秘的事情，知道吧？都是存在的。它这个游戏，我跟你们讲，它这个游戏为什么会设置这样的设置啊？你们啊，我先点个烟跟你们讲，慢慢跟你们讲。好。因为那个美国的 FBI 呢 ，FBI 公开了档案，就是公开了关于外星人的线索，就是说这些都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东西，啊，就比如说这些很多，大概一半的彩蛋都是现实中存在的，啊，因为当时呢它是这样的，就是当时呢他们这些彩蛋弄的意义呢，啊，弄的意义就是说，是为了让更多的玩家来研究这个游戏。啊，他们呢也可以这个以现实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们把这个 FBI 的秘密档案啊，以及一些公布档案以及少量的未公布档案做到了游戏里面。借店小二送的66大宝剑，啊，这个不吹牛逼啊，这个不吹牛逼，你们可以自己百度查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透露了，因为它为什么把一些。部分的一些秘密公布出来，那是因为希望大家广大人群一起去寻找这个答案啊，所以这个答案在哪里目前我们还不知道。就比如说啊，那个比如说这个山顶，
这个山顶呢，会有一个外星人留下的一张图案啊，之前一直没有给你们看过。这边还有一个宇宙魔方，看过《复仇者联盟》的都应该知道宇宙魔方是什么，但是现在宇宙魔方消失了啊。线下的话，如果做任务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宇宙魔方。谢谢比伯，谢谢 CQ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卡 bug 点了啊，非常难。刚才我们下到47楼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电梯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陀螺送大瓶，来，哎，漂亮，跳过来，这样一瞬间跳过来，然后并且这个跳到刚才47楼这个电梯。好，这楼道好几遍了，但是没有卡进去，没有卡成功啊。那这是刚才踩的电梯，对不对？刚才踩的电梯就是47楼，刚才很黑的一阵黑楼，这个坏的电梯。其实这电梯不是坏了，是被固定了，因为不能让我们发现其中的秘密。谢等风来送大瓶。这个时候目前我们是站在48楼，因为电梯下面是47楼，我们现在要跳到47楼这边。哎，我操，机器了，卡 bug 失败。谢后脑婆送的，谢后脑婆送的500个宝剑，谢谢啊。这样就卡失败了啊，每次卡 bug 需要卡半个小时。说实话这个 bug 从来没成功过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。谢谢大大送大爱瓶。如果能顺利的达到这个46楼，从这么跳，能顺利的达到46楼的话，就可以看到生化危机彩蛋。我玩这游戏两年了，很多彩蛋我都解开了，然后至于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我唯一没有解开的。谢谢 YL 送大爱瓶，谢谢 YL。这个真的是从来没解开过的，其他的一个几个什么很多的一些东西啊，包括地底世界，包括奈何桥啊，什么东西，还有地底神秘警察局、白衣警察局等等啊，都有，很恐怖啊，很恐怖，那些东西都去过，但现在 bug 封了一半，很多都被封了一点。谢谢屌丝大神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给你们看，想不想看奈何桥？你们说奈何桥是吹牛逼的啊，我打一下你们的脸啊。好，这游戏当中还有一些这个，比如说山上会有一个，石头上会有一个会动的人脸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打一下你们的脸。这是游戏，这不是，这个不是我自己拍的照片啊，这是游戏里面用游戏的手机拍的照片，你们如果看过这游戏都懂是吧。好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女鬼有什么好看的？奈何桥我以前拍过啊，还好这个之前拍了一次，看好了，我找找啊，奈何桥，地底的神秘大桥，啊，这是大火，后面是狼人奈何桥，我看看在哪里。应该不远了，就在这附近。这是 UFO。哎，不对呀，我去！等一下，我找找啊。UFO， 哎。没有吹牛逼，啊，这是女鬼，第二页嘛，第二页，你们看到了？不远的，我记得照片应该不远的。啊，看到没有？地底奈何桥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基友还在上面游泳，看到没？这个基友也在游泳，看到没有？如果我进到这个地底奈何桥的话，我可以从地底看到地图上的所有的人类啊，以及这个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有，而且奈何桥旁边还有一个奈何灯，就是在这个桥游过去，就是说你游的方法要对，要左游两下，右游三下，然后刚好趴到第三个桥的时候，会看到一个绿绿的一个灯火，那是。那个人的灵魂，那个时候嘛，因为
怎么说呢？因为当时啊，这个你那样卡 bug 的话呢，你是不能去看，你看不到那些东西啊。你是拍照的话拍不下来，所以拍照的话我只占了一个点，就占了一个点，然后来拍了一个自拍，借喜敌人。那现在这个 bug 已经被封了，就是说已经绝版了啊，永远看不到了，绝版了啊，绝版了，绝版知道不？海哥有抢银行任务吗？海哥，抢银行任务挖零进了，好，还估计呢，包皮王呢？海哥，啊，海哥有没有？海哥有没有？哎，你们谁来说？谁来说？谢谢林江。想看人脸啊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些彩蛋你可能现在能看到，以后就看不到了。啊，这不是我吹牛逼，就是说我以前研究的彩蛋，其实都是以前研究的，以前找到的这个游戏的秘密啊。这个秘密，这很秘密很多，可能以后就封了，就是说不给你看了。你再怎么找都找不到的，就像我以前找到的，现在找不到了，啊，现在都封了，没有办法。谢谢空白，指头蛇，石头脸啊，石头脸。说句实话啊，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讲了一个，就是今天开直播的时候，不是跟你们讲了一个故事吗？啊，那个故事就是石头脸的故事，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灵异事件，并且把脸这个印在上面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你们后来呢没听到，那很正常。就是很恐怖啊，因为他抽搐的样子，就是说之前 GTA 5为什么被封，你们可能不知道 GTA 这款游戏被封了半年，知不知道？当时的时候我就是看那个石头脸，看石头脸，然后呢有观众朋友这个可能是有心脏病还是什么的，吓死了啊，看直播吓死了，死掉了，然后呢这个游戏就被封了啊。谢谢新飞扬，然后我也承担了这个法律责任啊，这个啊，谢谢等一颗咖啡，谢谢。真的，这个东西看了之后心很寒，啊，心里很寒，因为有些东西你看的时候啊，你可能会觉得哎很好奇，但是好奇害死猫啊，啊，好奇害死猫，知道不？所以有些东西你是该看的，你就可以看一下，你不该看的千万不能看。啊，谢谢等一个咖啡，你们不信你现在。那现在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，现在你们不信的话，你们回一下头看看你背后有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进不去，只能公共战局了。海哥有吗？海哥没有啊，你交钱才能开的啊。最近很难进我的局是吧？啊，那是因为最近很卡。你们谁有哪一个基友有抢银行？谁有抢银行？来开一个最后一张。好，谢谢等一个人咖啡送的十个好萌，谢谢。难道你们没有抢银行吗？不会吧，上次我们是谁抢的银行？谁给我开的啊？女朋友。我问一下子啊，你有但是不是最后一张，第几张啊？第几张呢？你要是第四张、第五张，咱们可以做一下。你要是第一张的话，那就算了，那要做两个小时，做两个小时才能抢。谢谢大胖子送的一个大瓶，谢谢。第一张，我去，那第一张你妈那白说呀，那白说。那行，人脸不带你们看，你们想不想看外星人的符号？外星人留下的这个秘密啊，我可以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外星人留下的秘密啊。海底的神秘舱门大家看过了啊，那就不看了。还有海怪啊，还有海怪啊，包括那个还有宇宙魔方啊还有什么什么的，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不想看外星人留下的秘密，不是外星人，外星人之前去那个北洋科顿看过了。现在除了航空母舰有吗？送你的大一瓶航空母舰，后天玩，后天打航空母舰。哎，这个车我都上不去啊，这个车载具有权限啊。人脸啊，哎呀，谢谢大胖子送大一瓶，谢谢啊。人脸这个有点难，真的有点难，因为我自己也虚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。那我之前看到人脸的时候啊，其实我内心都抽搐了一下，内心都抽搐了一下啊，很怕，因为很恐怖嘛，那个东西，它不是恐怖一点两点，它看了让人很心虚，
知道吧？心虚啊，所以看海怪啊，海怪方便，海怪啊，还有地底超级坦克、海底超级坦克、海底的超级飞机以及超级轮船都有。海底有很多神秘的，这个环跟那个环太平洋是一样的，有很多怪物啊、海怪啊什么的。还有那个木乃伊啊，在军事基地那边还有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女间谍。脱光衣服的女间谍就是身上不穿衣服的，身上不带任何衣服的裸体啊，一个裸体女间谍在海底啊，在海底沉下去了，因为是被人奸杀的，之后呢她就那个就一直沉在那边，一直沉在那边，然后没有换位置啊。啊，谢谢鸡。那你们看不看外星人留下的记号啊？看不看？看的话咱们带你们过去看一把。哎，行，走，咱们去山顶走。因为人脸的话，哎呀，那个东西很焦灼呀。啊，你们要看那个东西很焦灼。哎呀，我去，你这个车技哦，开稳一点啊，开稳一点。看人脸啊，想看人脸啊。这样子就是，等一下啊，今天星期四是吧？哦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几号啊，我找个吉利的时间。我看一下黄历，等一下我看一下黄历啊，看一下黄历。黄历是16号，一结婚。16号吧，啊，16号，那行，那16号咱们找个时间看一下人脸，你们不要后悔啊，啊，不要后悔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多年以后，谢谢梦幻。可能下午给你们看吧，晚上看太抽搐了。啊，晚上看的话，如果太抽搐了，真的，不是真的，跟你们看，不是跟你们开玩笑啊，真的啊。这个东西，哎呀。下午看，对，16号下午看吧，下午看，晚上看的话会有点瘆人，啊，有点瘆人。今天风水不好，要看黄历的啊！这尼玛，之前看了之后我心虚的要死，啊，谢谢老师，你们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鬼是不是？你们以为你们看到的画面，你就自己就碰不到对不对？不一定的，啊，不一定的。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啊，谢谢黑阿姨，冬天的时候鬼魂是最多的，知道不？嗯，现在马上要冬天了，天气也要冷了啊，一些奇怪的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很多的鬼故事啊，包括一些真人真事，大部分的一些恐怖事件都发生在冬天，包括那个美国的那个南可儿事件啊，一些很神秘的一些事件等等，都是冬天啊。谢谢我们的小风小佛。这个其中是很有讲究的啊，为什么它冬天啊它就会出现那些鬼魂那些东西啊，那我现在就不跟你们细讲了，我怕细讲你们怕啊。谢谢我们的茶凉，谢谢微笑送的爱瓶，谢谢。就之前跟你们讲的那个猫脸老太太啊，那也是冬天的事情啊，冬天那个猫附身，然后那个吃那个小孩心脏，那个时候学校都停课了啊，在哈尔滨，你们大部分在哈尔滨的肯定知道吧，啊，学校都停课了，学校都不能上学，后来军队镇压，很牛逼，谢谢丁海皮送大瓶，你们以为这些东西不存在啊，给我开玩笑，谢谢寒霜送来的宝剑。哎呀，不跟你们吹牛逼，这真的，你要是哈尔滨人你就知道啊，你要是哈尔滨人你就知道，你要不是的话，你自己看嘛，你有没有哈尔滨的，有没有，你问他们知道不知道，问观众朋友，讲真的假的，学校都不能上学好不好，你要是那个东西是假的话，为什么学校都停课啊，停课两星期，后来军队镇压搞定了之后才能上课，才能上学。
我去，你们以为是假的，恐怖的要死好吧。啊，谢谢寒霜，你们是不知道啊。咱们先上山顶带你们去看一下外星人那个记号。哎，那个记号牛逼，真的。嗯，骗人，你要是这么骗自己那也没办法，事实摆在眼前你不相信啊，你说我骗你们对不对，你自然而然那有那边的人可以证明一下。哎，哦，九几年的，对对对，九几年的事，对，这就是九几年的事。要年纪大一点，刚好在哈尔滨的话，你就知道，你问一下，你或者你年纪小，你要你的家长问一下你那些大人，你问他知道不知道？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都知道。谢谢 CD。好，谢谢我是天才。间谍想看女间谍啊？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可以问一下，是真的真的还假的呢？真的，什么事情啊？你猜，我去，你猜，我怕你们怕，因为现在已经快十一点钟了。哎，我去，我就不吓你们了。哎这些你们，我们来搞基啊啊，一个车开的，来我来开。哎呀，这个技术啊真的是太菜了。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车技。哎，来来来，等一下，我踢一下，我踢一下。哎，不是，你人先让一让，免得踢到你了。真他妈有是吧？啊，果然有人查了，还觉得我在吹牛逼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讲的很多事情都是真的。其实有的讲的是国外的事情，你们很多人不相信我。你讲国内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啊，都可以给我这个证明一下的。我尼玛这个，哎，这个车尼玛用不了啊，这个车啊。谢五个半。哎，我操！啊！哎，等一下！哎，有个跑车。那边一个跑车，来借我开一下。两个。哎呀，我去！你这个跑车把我蹭的。来，借我开一下来。哎，抱你一下。哎，你上车。那成都僵尸呢？呵呵，我跟你们讲，在伊拉克这个发生过僵尸事件。啊，谢谢小 S。啊，算了，不跟你们讲了，跟你们讲这些干嘛？啊，咱们玩游戏吧。带你们看游戏里面的外星人，谢谢陌路。好啊，走喽！我怕你们长了怕，你们以为僵尸不存在啊？不是那种电影的僵尸，但是跟电影差不多，跟电影有点像，就那种怎么说呢？哎，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。都有这些事情，都有很多事情，很多电影它都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的啊。你要知道真实的一些传说或者一些传说什么东西的，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啊。任何事情都不是空穴来风，一定要记住这一点，任何事情都不是空穴而来风的啊，不是凭空就能出来的。 OK， 好，谢谢明月。其实网上有一段视频啊，就是一个军区的伊拉克军区的一个视频啊，这个夜视仪的视频，然后下面就是有放出了十个犯人，就是像僵尸一样的把人全部撕了。这个是在零七年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应该是07年或者09年之间啊。谢谢90。好啊，那个是真，你看，有人问我证明啊，你看有人问我证明，看到没有？我刚才看到有观众朋友说不好编吧，我的妈，我都不想说，我去，哈哈哈哈啊，我是空穴来风啊，好 ，OK， 上传了啊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神秘的这个山顶的一个彩蛋啊，山顶的，它是美国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游戏它为什么那么真实啊？这个游戏它是100%还原啊，缩小，
就是说这些建筑物啊，包括这些山都是现实中存在的，知道吧？现实中存在的来做的，这个是洛杉矶的底特律，对，底特律。这个呢也是这个外星人留下的一个符号啊，一个太阳啊，一个太阳。而且它这边的邪教跟这边的这个画是非常有关联的啊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画啊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非常有关联的，真的非常有关联，给你们看看。那这就是外星人留下的符号啊，这个蛋，就是说呢，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个秘密啊。在我们之前，在我们去年的前年的时候啊，前年直播的时候，这个异形蛋我没有骗你们，真的没有骗你们。这个是外星人留下符号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这个太阳还是 UFO， 这个我们目前没有搞清楚。然后左边是个 UFO， 好，山的左边是个 UFO， 我们凭着我们以这个为角度，这边是左，这边是右，因为这边它就有一个 UFO， 海底，这个带你们看过很多次了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火箭背包，画了一个人会飞，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飞行道具，啊，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儿，这一块一个秘密的一个点位，然后会有一个飞行背包。那这个山的下面它为什么会有一个蛋呢？就是说这边还有一个叉、两个叉、三个叉、四个叉、五个叉，这五个叉都是神秘的点。如果能解开这五叉的秘密，你不但可以这个获得这个飞行背包、火箭背包，而且你还可以把这个整个山打开，知道不？就是这个山，就是这个山，就是一个研究基地。山，这个山就是外星人留下的一个遗迹。山打开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外星人在之前交配的时候，啊，留下的这个外星人蛋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吹牛逼啊，我去百度啊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之前去年的时候就直播过这个蛋，因为之前卡 bug 的时候用那个制作器 P3 转移到 P4 转移了这个异形蛋，而在这个山底确确实实是存在这个异形蛋，并且可以孵化出来，孵化成外星人。好，那这个往山顶往这边往右边这里的话呢，这是邪教啊，这里是邪教的一个洞穴，这个点我知道啊，这个点因为这个老外外国玩家已经把这个秘密给解开了啊，然后我看了百度的攻略去找了。还有这个点，这个点是那个啊，是哪来着啊，突然忘记了。就是说有两个，这边有两个点是解开的，还有三个点是未解的。就是说你要玩这个游戏跟现实一样去解开这些秘密，没有任何提示。你要能解开这个秘密的话，全部解开的话啊，就可以发现这些秘密，包括这个山可以打开啊，解开所有秘密，山可以打开。你要把右边的，你看这个连线是非常重要的，把右边的三个秘密解开之后就有火箭背包，把左边的几个秘密解开之后，这边会有一个黑色的 UFO 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告诉你们，在这里玩过线下的朋友，这个你收集完了这个任务之后呢，这边在那个打雷下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 UFO， 是不是，是不是啊，有一些朋友是玩过这些游戏的啊，我不吹牛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然后呢，这边的这几个东西呢都没有解锁啊，都没有去解锁。那这个山确确实实100%是可以打开，并且下面还有个蛋的，那不是乌云啊，是可以踩上去的 UFO。 全部解开之后呢，它会来一个这个山顶啊，这个山顶它会来一个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独立日，有没有看过独立日，有没有看过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山顶呢，它就会来一个这个，那这个山顶它就会来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 UFO， 非常大的啊，要这个入侵地球啊，入侵地球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地方，就这个地方，我站在这个地方，线下通关了之后，就是线下模式通关了之后，把那些 UFO 碎片收集完了之后，这边会出现一个宇宙魔方啊，这里会有一个宇宙魔方。哎呀啊，搞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抱歉。宇宙魔方出现之后，然后大概这个等个两三天吧，然后这个大型的 UFO 就会出现啊，就会出现，就会出来，就会争夺这个宇宙魔方。所以呢，这个 UFO 会到这个山顶过来啊，这一切都是，这为什么他外星人他留下这个符号呢？因为外星人想利用人类来帮他们解开这个宇宙魔方的这个秘密。
然后呢解开了之后呢，然后他们过来夺取啊，非常的聪明啊，非常的聪明啊。这个我们呢就需要去想办法去搞，想各种办法去解开这些秘密，去解开这些秘密是真的啊，真的。还有海怪啊，还有海怪，他的其他几个点，就比如说邪教他为什么吃人，邪教他外号就是太阳神教，太阳神教外别名又是全能神教。全能神教这个在都是现实的东西啊，那我就不说了啊，因为啊、有点因为他们是邪教嘛，对吧？然后又吃人，又干这个的，又干那个的啊！你们要是对这些有研究的话，应该都知道啊，应该都知道。谢谢幺八四。哎，我操！我怎么上不了飞机啊？啊！哎，你们一般的媒体曝光了一些东西，媒体曝光了一些东西。海怪啊！你们哪个记者知道海怪在哪里？我突然忘记了。海怪应该是在这一块来着，在这一块有个海怪，地上有个海，地底有个，就是海底有个海怪，这边是 UFO， 然后加上那个木乃伊，那木乃伊之前是打算用那个潜水艇把它铲上来，因为咱们有潜水艇嘛，可以开潜水艇把那个木乃伊给铲下来嘛，啊，这个木乃伊带你们看过两次了，然后那个。海怪的话它只是一个化石，就是海怪化石，它并不是说就是生物啊，并不是生物。看女间谍啊，女间谍那个东西是在线下咱看吧，还有干尸啊，还有干尸都有。这个木乃伊这个都带你们看过了，因为木乃伊这个东西的话，你需要木乃伊，它据说啊，我听那个老外说，就是老外百度的攻略啊，就说啊，谷歌的攻略，这个木乃伊如果能把它搞上岸的话，它就会原地复活，啊，会原地复活，知道吧？啊，目前呢，我们现在还没试验过这个办法，就是说开潜水艇，把它的尸体铲上岸。啊，目前这个方法，这个给不给力，能不能用，我们还不清楚。啊，木乃伊就在这里，啊，就在这里。因为上次我们玩这个木乃伊尸体玩了十几分钟吧，然后那个把它到处玩，那我可以铲动它，听到没有？我铲一下它，咚一下，听到没有？声音特别大啊，声音特别大，因为它这个尸体有点问题。然后呢，就是说如果能把它拖上岸的话，啊，如果能把它拖上岸的话，啊，它就会原地复活蹦起来，啊，会蹦起来，啊，玩了个十几分钟，对，玩了个十几分钟，对。谢谢木鱼，谢谢。对，这地方是木乃伊，对。我们需要去用潜水艇啊，来把它搞复活啊，求复活，哈哈，求复活。哎，我去。好，那再动，那肯定再动啊，那肯定会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并没有，就是说，它可以复活嘛，然后有复活的几率嘛，啊，可以的。海怪的话，目前我不知道海怪就是在哪，就是哪个点基友才知道吧。就应该都知道了，海怪的话只有骸骨，只有化石，你们看不？化石你们看不看？啊，诈尸，对，会诈尸，对。航空母舰的话，后天九点钟，海怪看是吧？那去估计走，你给我定个海怪点，估计我们走去看一波，咱们等会去玩方舟了啊。今天暂时不玩恶灵附身，因为明天我们方舟要打浮战。什么叫浮战呢？等我跟你们讲。就是说方舟呢，明天跟老外开万龙大战，啊，咱们去那个方舟上面看一下，然后指挥一下，然后搞一下。明天不请假了，明天晚上请假，下午直播啊。啊，明天晚上我有事。明天晚上那个我前女友从国外回国，然后吃个饭，一起吃个饭。啊，谢谢南，他也就待个5-6天。嗯，来上机吧。哎，这白衣服的到处跑，那么上机呢？啊，机人满了是吧？啊，追回来，有男朋友了。好，哎，找了个老外吧，不清楚，因为我前女友、我朋友都认识，然后听说的，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。
明天反正我，反正我呢，这个下午我这干老外啊，下午我得把我这干老外啊。好，老外的真大，我去，我的也不少啊，那还老外真大啊。那在意大利这个，哎，爸妈开场的这些微笑，卖皮鞋，嗯，这些男找了个意大利男朋友啊，是吧 ？OK， 怪不得我那么恨老外，我有说我很恨老外吗？啊，是吗？谢谢我们的憨厚的呵呵哒送来的宝剑。哪边是海怪点？你们这个估计能给我看一下吧？盖子进不去局。海怪点你们谁知道啊？七七之前不知道吗？七七，这北纬37。等我看人脸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急，等我先那个找了这个海怪给你们看一下。海怪，谢岁月。今天森林跟你们吹牛逼的，森林女野人根本就不能强奸，森林的那个也没有外星人，森林，然后那个门永远都是开不了的，然后森林其实玩到那个门就通关了。因为不骗你们，你们怎么有看下去的欲望呢？对不对？啊，他森林游戏呢也就是那样，对不对？也没意思嘛。啊，谢谢快一年没跟楚大玩游戏了，送来了宝剑。如果不骗你们，很多好游戏啊，你们就不会去欣赏。啊，不是我不，这个不是为你们好，为你们好。我玩完了都。哎。你们都没有好感，就是没有那种好奇心的话，你游戏看不下去，那精彩的一瞬间都欣赏不到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对不对？那些你好气啊，那本来就没有。你说那么多游戏我玩过那么多遍了，我会出问题吗？啊，我从来直播从来不出问题，除非是我骗你。对对对，海怪在哪里啊？估计我记得海怪是在这个附近啊，在这里的附近呢。消失的光芒，因为过几天再玩吧，过几天再玩。是在这是吧？我下来看看。啊，基友找一下海怪。反正我记得就在这个区域的，啊，不会太远。我们带一个那个潜水器、水下呼吸器，下海。摩托帮载具风格配件装备水下呼吸器，等一下，哎，水下呼吸装备在哪里啊？是配件啊，我为什么没有可使用的配件呢？我操，奇怪了，物品清单，对吧？不是护甲弹药。哎，我操，风格，配件，哎，装备不了啊。哎，我水下呼吸器呢？我操，我要把面具摘了。我去，我摘个面具，等一下。面具，哎，装备还是无法使用，哎，我操，什么原因啊？什么鬼原因？这什么鬼啊？我没买，不会吧？没了。我应该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
一直都有的。其实海怪就是个遗骨啊，其实就是个化石啊，一个化石来着，反正也就一般般。我记得这边有个潜水艇比海怪好一点，就那种二战的时候潜水艇，没有在用啊，还在用呢，我都没呼吸了，没呼吸了，往上飞，往上游。配件出了问题，应该不可能，不可能没有的，其实不可能没有的。装备呢？带不上，我操！我还带个船，我去，海哥，你知道在哪是吧？走，来，你知道在哪？敬礼 CEO 才能上飞机 ，CEO， 什么东西？这什么玩意？怎么还要刷广告的啊？什么鬼？啊，谢谢点点点送的萌。是这个水艇不？是这个方向吗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让我上船，我去你妹！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海怪在哪，我去海底看一下，一口气，看能不能看到，应该在那附近。我没有呼吸器啊，不能呼吸，今天装备出问题了，谢谢智商。我现在还一半的呼吸。在我死之前看能不能看到人脸，人脸16号下午吧，装备要上岸去换。哎，那前面的什么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前面的黑的看到没？那不是山吧？啊，我看我这个岸上能不能换啊？岸上可以换吗？哎，岸上也不能换啊！哎，什么鬼啊！我去，什么鬼啊！这游戏卡 bug 了啊！哎，我操，这个可以换，你妈这上面怎么不能换呢？哎，我勒个去！尼玛！啊，猪头！哎呦，我操，还敢还手？还敢还手啊！哎呦我操，牛逼牛逼牛逼啊牛逼啊啊牛逼啊啊啊，屌屌屌，解决。你加我什么呀？加我，我操，那下次带你们看吧。啊，咱们先去方舟看一下吧，明天打浮战了，去方舟准备一下，方舟准备一下。不能带降落伞吗？背包扔了，扔不了啊。我看我取消，可以不带啊，不带降落伞。那还是不行啊，啊，其他都能换，但是这个装备就换不出来。我装备有很多夜视仪，很多高端装备，头盔的，超级防弹头盔啊！我操，